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五月三十号星期二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金牛座的朋友，透过一些新事物的学习呢，可以为我们增添不少的实力。狮子座的朋友，最近对于工作的一个敬业态度，可以得到老板的赏识。摩羯座的朋友留意一下，换个新发型、新造型，可以让我们的风采更加迷人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水瓶座的朋友，最近跟这个身边的同事有一些互相竞争的情况出现。天秤座的朋友呢，这个生活上要小心，不要伤风感冒了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2，颜色是黄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5，颜色是白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绿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蓝色。